你最怀念学生时代的零食是什么？我的是那脆脆的口感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干脆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沥干水分后，加入屏幕上这些调料，会更加的还原小时候的味道。把拌好的面条放到油纸上，放进烤箱190度30分钟。童年的回忆，上课的时候偷吃过的干脆面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